你知道有一种特别奇妙的感觉啊，上来就把我就是上来就说周妍妍给我整不会了。周姐，周姐可以啊，周姐可以。咱福袋没有参与的，上方福袋可以积极参与一下。三六的不对呀，谢谢大家点赞啊！大家手指不要停，可以点点关注，点点赞。咱赞的好慢啊，咱才六千赞，被熟人抓住了。对呀，被熟人抓住了，也不知道是你们哪儿，也不知道是哪一批的熟人，也不知道是不知道哪一批的熟人，因为窜的太匀了。欢迎新进直播间老板哦，大家喜欢爷爷上方红色小心心可以点一点，好吧？上方红色小心心点一点，好吧？然后新进直播间老板爷爷现在带大家了解的是咱的奔驰 V260商务车新车周姐。哇塞，叫姐也行，叫姐也行，占个便宜。看看车吧，好的，来我们看一下这些车，大家有啥问题咱们可以直接扣在公屏上，好吧？然后妍妍讲完车的话，看到的话可以回复您哪个年代缺盐吗？我是柴米油盐的盐，我是你小学同桌，我不信。哪一批的熟人，这就是魔性了。对，哪一批的熟人呢？然后我们这台商务车是咱的奔驰 V260商务车高级定制版的高顶的，我们里面车内的高度是1.52米到1.53米的高度，车长是5.4米，两轮间的轴距是3.43米的一个轴距，然后车宽是1.928米。阿姨大家好呀，大家好啊，欢迎新进直播间的老板哦，妍妹，叫我妍姐啊，欢迎小灰炭进入奥康名车直播间，手指不要停啊，点点关注，点点赞，好吧？上点关注，下点赞，小风车里转一转啊，大家喜欢妍妍上方红色小心心点一点。然后我们中间这个可折叠的小桌板，最大承载重量是5公斤的一个承载重量，对。然后后备箱看一下，好的，我们先讲完我们的座椅，然后我们就去看我们的后备箱，看我们的后备箱，第二排的座椅有我们的通风加热，还有按摩功能，腿托口。